底要相乘，指数就相加；同底要相除，指数就相减；一底要自乘，指数就相乘；二底同指数合并同次方，出现负指数，见到唔使慌，放落分母变做正次方，负数其次方，答案系负数；负数偶次方，答案系正数。最后最后要谨记，所有数嘅零次方，写个一就最正当。其实学习指数可轻易简单，指数定律并不太难，背诵口诀，加点练习，难题面对，轻松解决没困难。OK, let's go。同底要相乘，指数就相加；同底要相除，指数就相减；一底要自乘，指数就相食；二底同指数合并同次方，出现负指数，见到唔使慌，放落分母变做正次方，负数其次方，答案系负数；负数偶次方，答案系正数。所有数嘅零次方，写个一就最正当。